124-109， 火箭主场大胜马刺，取得了12连胜。本场比赛，保罗贡献了28分、4篮板、8助攻、7抢断的全面数据，哈登则手感不佳，但也砍下了28分、7篮板、6助攻的强力数据。不仅如此，在比赛期间，俩人还进行了一次亲密的交流，可谓是羡煞了众人。当比赛进行到第三节的9分15秒左右时，哈登眼疾手快，将加索尔手中的皮球成功断下，并一路发动快攻，写意级的妙传卡佩拉，助其轻松上篮得分。